我叫叶奕阳，是东涌天主教学校的学生。在爱联系朋辈辅导培训计划入面，我去过两次探访长者活动。起初我都是比较谨慎，好怕讲错嘢，又会触动了老人家伤心事。其实同老人家沟通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，不外乎投其所好，将心比己，用老人家可以理解接受的方式跟他们沟通。我叫林佳瑜，我觉得要关怀他人最难的是理解他人的需要。我相信用心去聆听人家，就能够明白他人的处境和感受，让他们觉得被理解。我是林巧璇，计划入面有个活动是要在船上面的二楼跳落海，虽然有足够的保护措施，但是我都是有点害怕。最后在同学的鼓励之下，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关口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欠缺勇气，只要我们放胆去试就会成功。